好，咱各位同心哈，来，咱大家尽量较紧照做哈。好 ，OK 了吗 ？OK， 好好。哎，各位同心，大家平安，大家高赞。哇，即届看到真欢喜哈，咱大家人会用来遮上课哈，是敢若像讲，即伫外口一般的社会内底，大学检查你读册读遮久，你可能有足侪代志拢毋捌听过。那么今仔日，我要甲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讲，即、这个贫困甲政策，你会当看到台湾已经产生两种现象。就是那困去困到拢唔知的人，那接近死亡安尼嘛好，因为可能你那死去了后，你会知讲安尼真侪代志拢总会当解脱，但是这是消极的做法。伫台湾渐渐已经有侪侪人拢寻找这条路，所以新闻局的做法干那一项。伊无去解决所有问题，伊是干那用着广告、电视拍出媒体1995，你若得要死，你着甲敲电话，请问叨一个我都做到这种程度？可能这是十个内底可能无半个人安尼想。既然有勇气要来寻找这个死亡这条路来解脱，但是伊可能连敲电话伊嘛唔知影，但是。有的人真正甲卡看的，你敢知迄答安那回答？敢那一句话，咱唔知捌卡过无？你若有闲吼，甲卡看卖啊呢？伊人拢袂甲你管，伊人袂甲你见面，伊袂紧张讲，今日你住伫倒位，较紧日你地点伫啥物所在，伊拢袂插你。伊敢甲你讲，啊，你着爱珍惜生命，安尼就解决啦。你家己好好想啦，吼、哦，啊，若佫较歹甲你讲。拜托的社会真乱啊！卖去互阮遮无用，这是我隆重甲敲三届所得到的答案。我已经敲三届啊，应该是知影讲我啥物人哦。伊无问我讲是啥物问题，还是讲你是是安怎拢无？第一句话，甲他问讲，啊，你有需要张老师去领导甲你服务无？我讲迄免，迄来吼，我都解决。啊，我啊，你的问题是真严重啊，对，足严重。这就是咱看到即摆目前社会陷入一个真深的所在，就是伫倒位，就是咱已经无思考的方向。你若一个人无思考的方向，无去看到讲咱安尼做到底是对唔对，所以一个政策若拍出来，啊，你若讲一个广告、一个新闻若出来，你就知影讲安尼代志偌严重啊！什么人会寻求？先啊，开始我要讲这个事件，因为伫昨也是两天前，我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甲我讲，伊心足艰苦的，住伫台中，伊甲我讲，哦，我是足艰苦的，伊讲你是安怎？我今仔日吼，包一个礼数，有史以来包上大包的。我讲啊，迄是你什么人？伊讲我替你包的。我讲我老，伊替我包偌济，你敢知影？20万。我讲啊，你是谁哪哪包遐济？伊讲我替你包的呢。我讲、我也无欠你，你哪替我包这个创呀？啊，你要替我，我敢得阁还你？伊讲唔是，你敢无看到下载新闻？伊摕迄篇新闻给我看一下。伊讲有一个学生囡仔，迄恁学弟。啊！全对楼顶甲跳落来，啊、已经死啊！死内底伊阁留一张批，迄张批完完整整牵对报纸。迄、那个遗书写出来写啥物？伊讲我今仔日读册是阮家一生那像读册希望，所以阮爸爸妈妈拢用尽足济办法互我读。啊！一直读，一直读，读到为国小，读到高中，读到吼、哦，已经即要进入大学啊！伊讲，我实在看袂过，阮妈妈安尼遮辛苦。伊讲，阮爸爸妈妈
拢总一个月两个合摊起来薪水是12,000块，但是我大概拢爱摕一半甲加安尼几倍，啊怎摕去互教老师？搞对补习班，伊讲补英语偌济，补数学偌济，补啥偌济，补啥偌济，所以你会当知影，伊安尼一直补落去，补到落尾，伊讲每一届，伊妈妈拢唔敢甲伊骂，伊就足拍拼，一直读，一直读，啊一直读到落尾咧。伊想讲，大概伊妈妈咧煮饭，拢总是甲上好的鸡腿拢留互食，伊讲伊实在食袂落。所以，伊伫迄批内底公开评论着，即补习班是刽子手。伊讲，恁是安那买只老师伫学校好好教，你伫学校若好好教，我毋免阁另外阁去补习，啊补啊再过来安尼竞争，啊再过来开始赢人赢人，啊再阁安怎？所以伊无法度感受着讲，阮安尼艰苦人，你干那补习？啊，无法度补的人就一直淘汰，啊，一直淘汰了，结果，伊想想的，全为楼顶甲跳落。伊讲伊作混遐老师，我的朋友全看到这個新闻了后，全较紧的，伊甲我讲一句代志，伊讲，准讲我来当较早知影，我这个200,000全好伊吼，凡事免死。是安怎？咱的社会就是安。我讲，伊讲，我咪真侪钱，但是我感受着讲，这个学生会用写出这篇，伊讲老师的教育是安怎？伫学校拢歪好啊个，然后伫补习班一直拼，啊拼到落尾，你的囡仔就拢全变作补习的人生。你捌听过一个学生囡仔来讲补习？伊讲你的专长是啥？补习甲考试，这就是伊的专长。伊伫咧找，结果伫台中市，你看一条三民街，迄已经无人。你若讲三民街伫倒位，无人知影。但是你讲补习街伫倒位，讲啊，我甲你讲，伫遐一直去，迄逐条、逐间、逐个看板，一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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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出来，讲补习街较近。啊，补习街拢咧补啥？咱看到遮侪补补补补补，一直补的当中，你敢无发现着讲，台湾人是破偌大空？啊，无那一直补，啊是安怎？那一直用补的，那无爱归去换一个新的就好啊。这是第一个事件，让咱去反省着讲，咱若安尼继续落去，台湾变啥款？变作补习人生啊！所以后界吼，听讲为幼童就开始要补啊，补啥？反正拢好，那无补就输人。啊、所以伊伫补的当中，已经发现着足济讲，伊头壳一直补，敢有咧思考无？啊，伊知影讲，伊去个学校，老师拢袂甲教数学，但是伊讲伊去个补习班，老师甲啥物会怎互伊？我甲你讲，怎答案？讲啊，这就是安尼安尼安尼，啊，就是等于这样。啊，你若看到头前遮复杂，你卖甲看，后壁答案有就好啊。所以。人咧讲，啊，若无补着对人袂着，确实咧，因为你毋知影讲这解题答案是啥物款的方式，所以伫思考内底，人别人拢敢看着知影答案，啊，所以你着爱去算算算算，无一定算着，这就是咱输人呀。啊，毋过补习毋是免钱呢。第二事件，咱若看到过最近新闻内底有一件代志，就是昨才发生俩。咱看到国中生去迄个工地打工，打工了，结果迄个挡土墙倒落去，啊，怎两个怎跌一个脚受伤，一个怎摔死，跌死。啊，毋过大家咧推责任的时阵，拢讲啊，迄工地主任啊，啥物货？但是迄个工地主任，伊本身我咧做建筑，我知影讲是安怎，即个工地主任做委屈的。因为这个工地主任吼，是阿讲妈咪讲伊超工要用这囡仔，这拢是安怎来？拢总是阿公阿妈、爸爸妈妈讲啊，我这囡仔吼，都读册无钱啦，啊你拜托个，予伊一个暑假啊来只斗三工，吼啊一工赚1,000还是1,500拢好，啊你着予伊斗做，但是
咱敢会使这种危险性的物件，敢会使请囡仔去做？顶帮无白铁金，这是爱专业人士吼。伊才知讲拄到危险，要来去闪过。结果伊拢唔知戆哈哈，想讲安全帽戴着就足安全啊。结果怎磕一个，才知讲安全帽根本无用。啊，所以伊伫遮个时阵，看见着啥物？看见着讲，咱个社会发生这种代志，大家是干遐塞来塞去。结果主办单位、县政府一点啊责任拢无。伊个内底写着讲是安怎，伊爱去做工课，伊拢无去讨论讲是安那这囡仔爱去做工课，因为伫前一阵啊有一个吼，迄个蓝茶院，咱知蓝茶院倒位啦吼，蓝茶院院长知无？我拢无爱甲念迄个做做。好、哦，我拢甲讲，迄就是蓝茶院，因为伊较像蓝茶院。蓝茶院院长一概伫公开内底讲，恁休困暑假过去打工，笨死了。我想这两个囡仔唔是戆，这两个囡仔唔是讲伊白痴，还是伊袂晓，伊是看到讲伊甲人欠一个早顿，欠人万几块，一万两千块的早餐。照你讲，这是。什么人爱去负责？政府啊！啊，政府爱负责这个物件是安怎？你让囡仔去做这种工课？所以，伫人情、伫作息、牵拖复杂，台湾一天一天变作伊囡仔唔知要创啥。一天一天，伊怎开始脑筋无去思考？有的家长有气力的，伊就将近较紧的。看欠什么货，就更加补什么货。我慢慢一届，甲一个家长讲：啊，你这个囡仔吼，人拢补着啊，真好。啊，不过有一样啊，补无着。伊讲吼，什么货无补着？伊讲紧嘞紧嘞，什么货也补无着。即马上先进，你较捌你甲我讲者，什么货也无补着。我讲恁囝裤破一空，敢那甲即马拢无补，啊怎穿啊遮久，啊你拢唔知？伊讲吼，啊，裤破就破，迄个是安怎那变作这种干棉布？哎呀，但是伊棉布，伊讲讲，啊，明仔载买新嘞，较紧。对遮看到囡仔开始自细汉，伊就开始累积记忆，知影讲伊的一生内底就是补习，一寡有路用，无路用拢甲捡落去。伫前一阵啊。一个作文得到官分的学生囡仔，即届迄个基础又写着作文，伊怎写字字出来？面顶迄字，伊讲我自古早的教育内底，都一直知讲读介重要，所以凡事万般拢是下底无效，干那读册就好。啊，伊写即句吼，结果。把他的分数扭一下就够高，老师说这个巧，啊，怎么让进入那个台南一中，哇，我看一下说，啊，写面顶那几，是怎么就加这么高，啊，大家囡仔就开始背到这边，背面顶那边。啊，不过他都没去想到说，准说大家如果都来读书，大家如果都来读书高的时候，啊，结果呢，他吃饭要倒来，抓册本来吃。所以，伫中国思想内底，今仔日台湾人就是要予咱去看到，今仔咱伫遮来甲大家分享，是希望大家从此以后，你有这个勇气去做啊无？就是咱来开始停下脚步，将囡仔的教育真正来甲想好。我开始看到遮，嘛回想到我古早读册年代。老师伊所甲你教的，只不过是一个，迄嘛咪讲技术，迄着怎提予你安尼尔。老师所教，伊敢若用一项物件来甲你鞭策，就是叫做考试。啊，考试若袂晓咧，谁知你？啊，袂晓就甲你断，啊断你会惊，就爱去补习。啊，若佫补袂好，就谁知人啊？所以这是读册无形中所引起的一个无公平。在我古早读册，嘛感觉讲老师写哪哪，每一届，这不是我搞因为呢，
是我真多真多唔捌。老师问问了，但是老师若不要回答，伊就生气，啊，就甲你讲甲走无路。是安怎弄安尼？我会记你一届，阮有同学捌吵架，啊，咧冤家内底安尼冤家都济吼，啊，拄好因咧冤家我看到，啊，看到变安怎？老师看到家长来啊，我明仔家长安尼足歹样，就来个伫学校咧等老师理论。结果这个代志处理出来时阵，伊讲什么人有看到因两个咧冤家相拍？啊，我足诚实，我举手讲我有看。伊怎啊讲？啊，那你看到吼，你这个自古早就作业的吼，所以啊，你若无甲老师讲，我讲啊，老师我都拄来尔。在那次在教一个课叫做华盛顿砍头樱桃树，他说用这课的题目怎么说跟我教育说你就要较诚实，我说我没有诚实，我是要没时间跟你说，你如果跟我问我就绝对跟你说，但是孩子嘛二年级都没有那个时间跟老师多说，所以我头壳蛮戆戆的想说哦这样哦，这样叫做没诚实。啊！伊怎啊叫我徛起来，一直念念讲华盛顿人个细汉个时阵遐敖遐敖遐敖，结果怎甲问一句啥？你看人华盛顿像你这种年纪，就遮诚实，长大不得了。啊！我甲讲老师，啊像你安尼哩？哦，老师气者，我意思是讲，啊你摕华盛顿细汉甲我比，啊你嘛爱摕你个年岁甲华盛顿比者？人华盛顿像老师安尼，人咧做总统，啊，你咧做老师尔，安尼要比啥？啊，所以一听到了吼，拢无讲，啊就哦，安尼差一直讲，啊，我就感觉讲奇怪，咱台湾袂使乌白讲话呢，迄乌白讲话会去用讲，啊，这就是足奇怪。包括我伫细汉的时阵，嘛常常唔知是脑筋拢甲人无同款。我感觉老师咧教册拢讲奇怪，就足简单，安尼就好啊。是啊，你要细遐大人，啊细遐大人拢造成学生囡仔困扰，学生囡仔会糊涂啊看无，啊就变作唔知变安怎。啊，所以我常常听到足侪大人咧讲的话嘛怪怪，敢那是因的教育就是安尼。因为我听到迄个话吼，拢会感觉讲奇怪，即敢对？有两件代志，就是讲到啥，讲到讲。哦，阮遐做者，因为阮伫庄卡嘛吼，啊，所以定来弄迄农忙的时期，真无闲的时阵，啊，真无闲就真无闲，你着请人去做就好啊。伊大概哪咧无闲了，就安尼心情真歹，啊，伫遐吐大开个啊，安怎安怎安怎，啊，讲到尾伊拢会加一句话，伊讲我吼，真艰苦哦，迄。切包遐济，啊要遐济要挂，安怎安怎，真艰苦。但是伊加迄句话了后，引起我好奇。伊怎啊加一句啥物话？伊加一句讲，我吼真厉害，我呢吼难拍定咧，总甲做了，拢甲举转来。哦，我想讲奇怪，这定喺哪号？好、哦，我就是一直安尼，一直想，想讲奇怪，迄啥？是甲大力水手同款，啊，查某变安怎？我咧想无啊，啊想无一届，伊佫开始，佫一届，伊嘛佫拄着恶担当的代志，佫伫遐讲，哦，我吼安怎，即摆嘛害啊，我今毋知变安怎，我好心去甲提醒，我甲讲，欸，你顶回就讲有效，啊，即无你袂晓佫定一届，嘛安尼怎去互讲？哦，我实在是哦，我讲奇怪，啊，咱都就拢咧讲的，啊，是安怎话那拢无同款？哦，所以你看，咱足侪词句拢已经乱去啊，家己嘛拢无思考，啊嘛常常有个人会安尼真夸口、真臭蛋啊。我嘛听到讲，阮遐有个人吼，安尼两个若无拄好，啊讲话讲了，就变作讲些啥物诶，比如讲伊嘛捌一届讲到一个朋友来找伊，哦啊，伊迄个朋友一个讲无两分钟就甲赶走啊。啊，就足歹个，安尼甲赶走。人甲问讲，你是谁喏？那人来找你，安尼那，就甲迄个吼，伊怎讲？啊，那这个朋友啊，我无咧甲安怎，休难啊！啊，我嘛佫想讲奇怪，谁喏好朋友来啊？啊，
我结果又一个一届，伊讲哦，即我最好的朋友，佮赶酒要来啉的时阵，我甲讲奇怪，你若无对即个朋友做迄个动作，你毋着讲我即个你好朋友，你毋着应该是安怎表示欢迎，都爱用安尼笑，即嘛真奇怪。好，所以我去甲提醒迄届，我讲啊，你即个好朋友，你若无甲笑笑难看卖下咧吼，无你讲进前迄个你歹甲笑，啊，即嘛即个你应该。你好朋友，我是要看讲你是安那秀法，啊，我嘛爱学习嘛，对不？无我到时我拢袂晓待人接物，拢袂晓，啊，所以底下呢了后，伊拢无讲第二句的差异，开头安尼甲讲啊，就是讲，讲这唔正经啊，讲这啥物话？啊，我讲啊，拢你讲的啊，这阿咪我讲的，所以你甲看台湾的教育模式变啥款？家己讲叫的拢袂记哩，真侪拢。夸口啊，所以讲起来未去思考讲这句话意思是啥物？哦，啊，那阮传统够厉害，这讲未了嘞。大概就讲，那阮规庄内底吼，我化水的简单，我是讲，这我也毋捌看。我真正提一碗水讲，传统拜托的，这种实验物理现象，我学校做几啊遍，了也毋捌看讲是咩那会简单。拢爱落冰箱才会结冰吧？啊，你那用化就简单，安尼都比人较好。啊，结果我实在是讲，啊，你那拢用这种形容啊来教育咱囡仔，拢种卖萌吼，拢讲啊，所以伫细汉的当中，我就变作一个现象，对着老师所教的话，啊，一句话一句话拢种一直甲讲的当中，啊，就去用骂，啊，去用安尼讲啊，这就搞怪，这囡仔无效。这就是我们的教育、啊、所以我读到高中以来我就渐渐思考在我们的教育里面真的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就是都在追求面顶那句、哦啊、万行事情都无效只有比你、哦、比什么话只有读书最好读书最大、啊、如果读书最大读到后面我开始渐渐去思考，感觉讲，哦，啊那呢，都爱认真读册哦。所以，伫高中的当中，我就参加三民主义的讲习班，去甲参加落去。伊讲，咱是伟大的青年，哦，我嘛听了真欢喜。结果老师讲，咱是吼、哦、时代的尖端的青年，我讲唔对，咱要来研究三民主义反共。救国班，我讲哦，咱这个社团袂歹。结果拢讲拢讲什么三民主义，讲归拖讲归拖。结果我甲问一句讲，老师，我一个问题吼，咱当时要反攻大陆，伊怎他卡绕咧就讲奇怪，教遮侪年唔捌人安尼问过，啊伊嘛唔知变哪甲回答。我讲啊，咱是反攻救国研究班，啊是安那那歹，好咱这社团就是讲。要研究了，要安那反攻才对啊！啊，咱那研究几年啊？老师讲，咱这研究四十几年啊！啊，四十几年连一脚步行出嘛无？啊，无我甲问这个问题了后，伊怎甲讲？你吼戆戆啦，这都听啊看就好。你就读到这三年毕业，啊后壁佫来佫继续安尼，你都莫问问较济。啊，你那干那咧要见问拢问个遐奇怪的问题，所以就变作问题学生。我哋学校就转变作讲，迄唔是我嘅问题啊，迄是变作心中嘅唔捌，唔捌就爱问嘛。所以已经问甲讲，安尼反共统一中国应该无希望啊、哦，无希望内底，再佫找到第二条路，变作是虾米？变作讲看到鸡仔咯，开始台湾独立，哦啊，画甲真欢喜嘅，但对我讲，这可能嘛一条路，我感觉这较有可能。但是已经过几年啊，三十年，连一脚步嘛无踏着，所以伫遮真深的发现，咱的教育唔是要教育人民的先进，唔是要教育人民可以有智慧，真正的智慧。大概拢教册就是教你讲，叫你读册、读册、读册、读三民主义，读几波了，结果你得到的总是。背背遐侪无效，唐诗三百首真侪人背，但是背了应用出来总是足奇怪。
啊，我嘛背呢，我嘛背足济。但是我背当中，我嘛甲老师问讲，老师，你讲吼、哦，书中自有黄金屋，我找无。我看倒来，看到鬼拢总无，感觉讲奇怪，哪有？吼、哦，敢若读这个册安尼，敢若背遐几本背了了，伊甲讲一句讲，以后你就明白了。过来第二项，我讲老师，过一点哦，书中自有颜如玉，我讲我嘛找无。哦，迄读了这边很怪很怪，啊！我一届甲老师讲，老师，我甲你讲，书中自有颜如玉吼，敢若一本册有，叫做 Playboy。哦，迄本内底拢颜如玉，吼、哦！啊，都因为安尼，老师嘛讲，你这囡仔读读册唔好啊，读啊咧想遮。但是咱有想过无？当你的子弟送去学校受这种教育的时阵，叫你对册读册，就是要赚大钱、做大官，过来就是找水查某囡仔。三项定为伊人生的目标，啊，定了，伊就开始努力去做，啊，做了，那成功就拍破啊，失败就怎开始，就安尼人生如梦啊。台湾一生内底就是安尼过啊。啊，过个一生，则将所有的期待，搁期待着恁的囝。啊，囡仔着一代一代恶性循环一直落去。我讲唔是咱唔对，是教育者唔对，是一个国家政策的错误，影响着全部所有的改变。我真敢大胆安尼讲，伫一个新闻内底。我特别去采访迄间学校，唔是去采访，去关心去甲看，因为迄间学校在伫阮隔壁尔。当我去甲关心的时阵，因为伊就是发生一件代志，一个查某囡仔，因爸爸娶一个细伢仔，然后生一个三岁红仔，结果这个高中的女生怎甲迄个查某、迄个婴仔怎甲害死？害死了后，结果咱唔知影讲。奇怪，现在的孩子怎么这么惨？现在的孩子到底是怎么会变成这样？看得漂亮，我看相片看出来，人就生得很漂亮，但是那个心怎么太过贵，只要要他们杀。我们渐渐去发现就说，因为这间学校并不是很好，所以这是错误。我要跟大家说，在我们的教育里面已经把你分这个阶级出来，学校它是一个至高至上的地方，是怎样去分第一第二？我每次都读到第二的，第一至高不让我读到，每次都拿到第二的，第二的我们的老师也很奇怪，校长就自己没有珍惜自己的学校。我每次我们拍那个书包，迄字啊，唔知安怎写，拢甲看到迄个字就足歹结掉。因为书包内底人迄歹起来，看到迄一中的吼，就写一中。啊，那二中呢？二中啊，变做二中。二中就是讲考大学爱两届才掉。啊，大家阮校长就大概，恁若无读册，你看恁的书包，恁歹嘴，你背出去不会丢脸吗？有二中要升安那呢？安那袂，所以我一届伫校务学生团体会，我讲校长，我真慎重甲咱建议，咱卖叫做台，吼卖叫做二中，是安那学校要用一二三四安尼排，迄是安那排，是用上好安尼卖咧排吗？还是讲哦一中就是一年过较久，安尼我无意见。啊，全部好，那我用年过顺序来排就好啊。啊，伊甲你排安尼，啥物目的？哦，排到第一的不得了。啊，那排到第二的吼，都爱册包排来去边啊。啊，敢着第二较歹，无得卡吧？我迄届专家讲，我希望咱的校名改做包总，吼、哦，卖用二，用包，啊无稳嘛无要紧。吼、哦，变成稳重，我嘛真好。啊，甲咱啊，甲只只稳重，啊，无就包装，啊，拢会使。吼，啊是定装嘛真水。
这侪名好好写，那要用第一、第二、第三来排，啊排到大家学生囡仔就是排出来比较，所以你看到台中市街路所有学生内底，干那一中的、甲二中的提书包出来排尔，其他拢等下看平一边啊才穿便服进出来，啊无会去用笑，迄个造成心态无同款，所以这个囡仔敢讲伊就是歹吗？唔是。因为在社会上轻视，在社会上都已经被轻视在内，学校的教育里面并没有给教育人格的志观，没有给教育这个，只说你就读书会晓跟不会晓，会晓在 A 班跟 B 班，所以常常我说话都总是去跟人气拆到，因为我说的话不知道是怎样，像说这明明就这样，是怎样变这样，我妈妈跟老师讲话，讲现在国中咱爱分 A、B 班。老师讲安尼较好教，我讲哦，安那安尼较好教。你若讲教好内底，引起到恁两个安尼老师较好教，迄我嘛无意见，因为有教深甲浅，即拢无要紧。但是我一届带甲一个 B 段班的囡仔，拍乒乓总是免拍壁吧？吼、哦、拍乒乓，请问会使你招人来拍袂？当然会杀你呀！啊，你拍干，人家问讲，啊，你哪一班的？无人安尼吧，都是有人啊，就来拍。结果去，老师甲我叫过，老师甲我叫过讲，你怎么跟 B 段班同学在打桌球？啊，这句话咱大家思考起来，什么款？老师 ，B 段班嘛要拍桌球啊？干唔对？伊讲以后不可以，我咧足奇怪，啊，是安那袂杀你？啊，比赛内底，这个予咱想起足奇怪，所以一届我嘛甲老师问讲，老师，咱有分 A、B 班，啊，老师唔知分 A、B 级无？吼，A 级的老师一个月领较济，啊，那 B 级的半节车马费就好，很免差别。干嘛安尼？无啊，啊，是安那领平侪钱，啊，就 A 级甲 B 级的老师，老师是安那买来分一个 A、B 级，是安那甲学生分出 A、B 级？所以在国中学生囡仔被放弃了后，大汉了伊怎放弃这个国家，放弃这个社会，怎循环都回来，这拢真可惜的代志。因为咱唔是要表现这种物件，所以伫迄间学校教育，伊怎无教育人的自尊，无教育讲，不管你伫啥物任何角落、任何所在，你的尊严绝对袂当被糟蹋。这是一定的吧，所以像那伫高中咧读册内底，我嘛发现足侪项物件，大概拢用到男女关系来甲你起笑。哦，这我真招闻。我每一届，因为咱若较无钱的学生，若穿衫迄一领制服，啊想讲这爱买爱佫钱，所以我去甲迄学长讲，啊你这领你都要毕业啊，我这领都要搞我下单给我。请问会使哩无？这叫做节俭嘛，对哦，一毛加掉啊。生活与伦理有哦，我们人要节俭哈，由奢入俭，繁俭难啊。我今嘛拢开始节俭，无和老师表扬啊。老师讲，我这叫做无团结，我的色水跟人无同款。啊，阮校长就足奇怪，特别爱带来这呢安迪啊，每一届。都拢甲叫伊讲，啊！你个衫都拢特别甲人无共款。我讲啊，那我都无钱啊，无你校长买一领送我，我都绝对甲你穿。但是伊唔是安尼想哦，伊认为一届伊看袂过啊，伊怎甲叫去台下顶哦？啊，叫去台下顶变安怎？底下怎甲讲？各位同学，恁看，咱当中都是有遮尼无团结，穿一个衫都甲团结有关系。啊，就讲你看袂合群。这衫色水差这么多，啊，这都嘛是恁学校买来啊，是较旧尔嘛。啊，底下一直讲一直讲，讲到一句，怎变作甲我讲一句啥呢？讲各位女同学，这阿盖这莫交这做男朋友。我听一个都讲，哦，安那安尼，啊，当然我以前听了起码是作歹的。我一个面一直安尼求救的时阵，我那个校长佫作爱安尼甲我刺激，伊怎拿麦克风讲？我给你机会讲啊，难道不对吗？啊，一直甲嘟嘟嘟嘟嘟嘟到落尾，我讲我本来无要讲话，啊，怎互你嘟到？
无发表两句啊，煞唔对呢。我怎啊拿麦克风起来，甲遐同学讲，各位同学，咱人吼，若生了烟斗，都这个好处，衫也免穿伤水。安尼尔，结果吼，校长的动作就叫我啊下去下去下去。我讲嘛熟悉啦，但是我甲各位讲。迄唔是外表的水，是一个尊严。你有甲尊重就真水啊！你有尊重你的尊严也无？迄时阵我只是凸显着我的尊严，我袂当防侮辱，所以我甲讲安尼。啊，因为安尼的关系，我才知影讲去探讨着台湾一直发生的问题，种种愈来愈多，愈尿愈深，才知影讲哇，台湾。那深到这个程度，安尼是要安怎？对着统一也无法度，对着独立也无法度。即马开始讲一个，要来自治。相当我嘛找足侪自治的条件，我终于明白，啥人咱袂使自治，因为咱自治了后，你袂使自治吼，是自治啥人目？情袂杀你，自民自决，听起来你会感觉对，就是安尼。但是到落尾，你斟酌甲想，我看到讲，啊，若自治，那两种人男男的啊来遮表决，咱可能无了解。伫台湾内底有两种人，一种甲二种，有本土的台湾人，佮有为外围来的台湾人，徛伫台湾的人。哎、啊，这唔是恁的土地，是安怎？那会使懒懒的啊，做一回，大家来表决，这就是唔对啊！啊，唔过，咱懒久了后，三民主义读久，你对小学教育读甲大学，我讲迄头壳超歹一半呀，歹甲一半，拢未晓去想讲啊，是安怎袂使？所以最近有真侪人咧跟我辩论主题的代志，我简单讲。干那一个条件，伊要先做个到，才使自治。啥物条件？我讲啊，你若要自治会使哩，你爱先把你的银票拢认出来给我，因为你的银票拢中华民国的，遐爱卖爱卖用，摕来给我，我帮你处理掉。你若买，咱再过来讲自治。好，因为自治是你爱将家己的银票爱摕出来，摕一张台湾银票。但是你特定提出来的中华民国，这干嘛做主题？袂使哩！你先去改一项再过来讲。所以伫台湾内底，渐渐一项一项一项，一直互你困个，安尼袂袂去。不管伫文化教育，不管伫学学学术界教育，拢总用假，互你看，拢总互你看到讲。是安怎的？每一项代志，拢总是用一个标语，啊，就要来解决所有一切。咱若做过兵的，男生拢知影吼。我若看到外国，伊干那三项国家荣誉责任，我真崇尚我的国家，我嘛真爱负这个责任，啊嘛真爱这个名誉。但是台湾煞加一项叫做领袖，啊，领袖都爱追随总理，迄个总理是虾米人，看一下对就对。所以台湾已经变作讲无一个依据会当循线来去解决，拢总是用啊，你著听我讲就对啊，啊，你听我讲，听伊讲，听我讲，啊，讲了，咱代志就拢总解决。所以社会边缘的人就愈来愈侪。咱的社会就愈来愈歹，咱的社会就变作，我若看你倒单，我就是做我该做的代志，因为我要表示讲我的不满，伊搞唔对，无唔对，是一个政府执政权的错误。所以伫咱这个班级内底，咱今仔日要来探讨，就是讲你的头壳敢捌斟酌去想过？当然，咱伫遮有想足侪法律的物件。我相信咱拢真清楚啊，啊，毋过今仔日我要讲的是，互咱看到社会现象敢有符合，完全拢是骗人，吼、哦！
敢若为细件代志，为补习内底，你就会当发现着讲奇怪，咱台湾是安那拢是补习的人生啊，当一个囡仔也无破，也无破空，啊是安着一直补，一直补，啊补是要补啥物？补到已经无法度，听讲最近佫补一项叫做作文，啊补到落尾，你知影作文爱安怎才会当得到官分？哦，我看到这种物件，实在是袂晓讲。伊个作文内底都爱写个文绉绉，安尼，大下拢爱对诗句押韵，啥物话啊？但是问题拢无法度解决现在的问题。所以我开始去探讨着国外的文学，是安那白白一个文学内底，中国教育的文学无一个得诺贝尔奖。无得到诺贝尔奖，我慢慢问过老师讲：“老师是安怎中国吼？你教这个物件，你讲真水真好，啊，是安怎咱拢唔捌得过诺贝尔奖？”伊讲：“因为这真歹翻译做英文。”我嘛相信嘞。迄时阵哦是安尼哦，莫怪啦。迄文言文是变安那翻译做原文，我嘛袂晓翻。但是吼，大汉了后，我感觉怪怪。你若要读遐个物件来加做你的人生的座右铭，迄些是足好笑的。你看那对，但是看久变唔对，啊实际是唔对，拢总是安尼。简单讲，我看过励志小品的册，迄阮孩子吼，啊伫咧现迄个当中，我甲看讲励志小品，结果伊讲一句话，老师叫伊背，背啥物？背讲。这就是人生的座右铭，要背起来，以后作文会有帮助。哦、我就开始背，背到落尾，伊讲第一句，没有办法也是一种办法。好、哦、啊，没有路也是一种路。我起来讲奇怪，听起来那丢了吼。啊，不过没有办法啊，也是一种办法。没有路也是一种路。啊，那是什么意思？我想。真正是读个较戆吼，我迄阵啊体会袂到，这是变啊体会。啊，所以安尼讲来讲去，伊是叫咱遐飞一阵，过一阵一直飞安尼尔呢。吼、哦，无办法就无办法啦，是安那，着过嘛是一种办法。啊，无变啊，啊着死去尔吧。安尼着想解办法。啊，没有路对吧？啊，没有路就停伫遐就好啊，嘛是过死去尔吧。啊，就死路一条，安尼就好啊。所以伊个咧讲的物件，有一届学校的老师嘛，甲伊用着真文言文的话，啊，甲伊教育囡仔。我讲恁的老师教拢总卖听，迄怪怪，迄教迄啥物物件真奇怪。伊个讲，你若要找物件，你会当安那找？啥物办法上好找着？比如讲，我要找这支笔，即阮囝甲我讲的哦。讲哦，爸爸，你若要找一支笔，阮老师讲安那找上紧。我讲我唔知影，囥我好尔吧。归类整理好，敢是上好找办法吗？伊讲唔是，阮老师讲，你要想象你是那支笔，你会在哪里？我讲哇，安尼啊，这解决方法呢？而且因老师讲这是最好的办法，你来记起来。我相信我来甲规篇甲你安尼讲。吼、哦！啊，我一届嘛足好笑的。伊讲阮囝一个课本找无，我伫联络部中啊写讲，老师你帮忙一下，如果你是那一本课本，你会在哪里？啊，那安尼讲起来有解决无？永远无法度解决，永远就是塞来塞去尔，这就是政府搞的教育所做出来，这就是。让我们第一阶段看到说我们很多很多拢总是很奇怪，但是我们有那个勇气去揭穿这个谎言吗？我们要有勇气，因为一个人去跳破会很艰苦很辛苦，但是如果很多人都认为说这是正确，这样我们做起来检查我们的国家会真正改变，我们不能够开始用一些那种无拄好，还是不真奇怪的言语，啊来甲咱欺骗，欺骗了后，咱阁只好来宣传落去，安尼就怪怪啊。
所以咱即届我真爱甲大家分享的是讲，为拄只我所记咧只个代志，真正台湾出了真大个问题。咱先来听音乐吼，这首歌叫做《You Raise Me Up》，这是外国因有法度做出来，吼，甲一首乌鸦飞。啊，所以咱的时间是到十点吼，但是伫这个播放当中，咱会使去洗手间，还是去啉茶坐的吼，咱会当利用这个时间休困，咱后抓下一个阶段，咱再来讲咱免啊苏醒，好好。各位同心，下课休困十分钟。各位同心，下课休息十分钟。